好吧，在这个乐章中，您将有几个关于点舌发音的决定，除非你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单吐，否则你可能会使用双吐的组合。这就是我现在所会做的。但让我首先谈谈我多年来练习这种曲子的方式。我认为这对您在大管上的发音会有所帮助的一些方式，不仅在这个节选中。贝多芬的第四首交响曲，而且在你的其他曲目中也能应用得到。第一，我建议你加入开场的合奏部分一起练习，并以多种方式练习。请确保你的指法是正确的。练习的首先是全部都先连奏练习。我在这里的八分音符是有点舌的，但这没有关系。我们主要关注16分音符。我练习的是连音，然后我用连奏的吐音，单吐练习。现在你明白了，然后尽量短，并且用单吐。顺便说一句，请确保您使用的是在我之前的贝多芬第四号交响曲视频中讨论过的正确指法。对于每个降 B、降 A 和还原 C，小键都要按住。那是降 B、A 和 C，所有这些都高于开放的 F。好的，这是我两个发音，连音单吐或非常连奏的单吐，以及断奏的单吐。接下来我研究双吐。当我在这里演奏双吐时，我会尽可能的连奏，尽量减少 k、k 的子音，k 或 g、g 的子音。那不是很好，让我再尝试一次。好一点了。速度很慢，听起来确实很糟糕。一个更快的速度很多是最小化的，但是在低速的之中，尽量让 k 或 g、k or g、的子音在你的嘴里尽可能的靠前，尽可能的连音而并不明显。当您在大管上切换音域时，您会注意到必须吐音的方式也必须稍微改变。许多人发现将簧片从口中拉出是一种更成功的双吐或多种吐舌的方式。我使用的最后一种方法是我最常用于快速吐舌的方法，这被称作为混舌。有时我称之为组合的吐音。它结合了双吐和单吐，所以非常缓慢。你在这个视频的开头听到的是我在谈论这种模式。So I go ta k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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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ta ta. 所以，我建议你在贝多芬第四乐章的16分音符乐章中有5种不同的可使用的风格。我建议你拿一个节拍器出来，每天慢慢开始，也许4分音符等于80开始，然后慢慢提高不同的速度标记。你会发现在某个地方，单吐 legatissimo 和 staccatissimo 的单吐。非常连和非常断的单吐开始会越来越靠近，将会有一个速度的标记在这，您不会再将它们分开。
你想让他们尽可能的分开，因为一旦他们在一起，我们通常会发现一两个节拍器的标记啊。当我谈到节拍器标记时，我指的是老式的节拍器，它按顺序排列是116 120 126 132 138及144。这样你就会发现，当这两个连接到某个水平的时候，在你的单吐的停止下来之前，你的速度的刻度和节拍器的标记刻度没有太大差别了。以所有这些速度使用和所有这些舌头点舌技术的好处是，你了解了你的舌头移动的能力。你会发现有些老规矩啊，或者是有些地方会让你哇哦的地方，单吐在那里根本起不了作用，但你走得快一些，现在它就起作用了。或者这种混合的吐舌技术也正在起作用中，然后它也有可能起不了作用，然后双吐也有可能会变成这样等等。所以你正在努力提高速度，当你单吐没有办法再吐的时候，希望你已经练习的足够多，以至于你的双吐和混合的吐音的方式都可以使用。我鼓励您使用所有这些吐音的方式并练习不同模式的原因是，您可能不知道现在或将来哪种吐音方式对您来说最有用。实际上您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知道这一点。我问我的学生赢得赛马的可靠方法是什么，他们很困惑，他们说你选了一匹快马，你真的很努力的训练它，应该是这样子吧。答案是不，我告诉他们赢得赛马的可靠方式是确保参加的那些比赛的每一匹马都归你所有，那你肯定是赢家。如果比赛中有六个人你赢了一个，然后你的其他五个都输了，但这没关系，你想要找到最适合你的吐音方式就对了。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一种模式会比另一种模式更有效，所以你如果对你的发音或吐音有这种灵活性，我希望你总是能像赢家一样勇敢站出来，你将永远拥有这些对你来说是成功的东西。